第二筐子两个在树拉住他，顺便把他杀了。谁能挡我？这冰女带电行了，那直接抢二吧，再来丢个影。再 Q 一下，直接巨龙撞击。他带了什么天赋？为什么有虚弱都跑了呀？来我嘴里，不能回家。四十三的经验。应该不会露蜡冰嘛，不会蜡冰刚刚好，先 AQA 消耗一下两级他就死了，再把两级单杀，往下走，和平腰，把小兵虫分子拉掉，这个兵吃完升二级他死了，都和平腰了，哎，来得好，可以，其实他这波不来我也杀了，我这个五个兵到二他反应不过来的。我这 EQ 只要中了他就死，他活不下来的。他估计以为是莫甘娜中单，他在带着魔看呢。我感觉我现在两级 Q 就可以给他秒，只要他不学 E。他三级肯定要学 E 了。我这么一大波线你都不敢跟我打吗？往下拉一下，这样的话卡这个位置。拉开仇恨值就可以了，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超过这条线，这条线一超过了兵就很难控。这车你总要吧，嗯，差不多得了，再来，抓你家中单是吧，应该有助攻，我感觉我这波可以给他顺秒了。 A 先手再 EQA 把这波线推了，A 先手再 EQA， A 先手 EQA 点了，他啥装备啊，怎么伤害就不对了，这一波我还想跟他换一下，顺便让他值钱一下嘛，伤害少了一点点，少了一刀的伤害，上一波他装备也没变啊，同样是这个装备我 EQA 两刀他就惨了，那我这一波的话 A 先手加上高了一个等级，这应该可以加个点蓝给他顺秒，我们有大的，这波的话四级剑圣，他不杀他跟王一样，先吃塔皮让他 A 我们，然后一样不及重施 A 起手再 EQA 再一个 R， 对，他打野还是很简单的呀，没办法，打野等级会比这个线上落个两级，是这样的。贴脸 EQ 哪有那么好躲啊，贴脸 EQ 以为是远距离 EQ 呢，有些人对面没躲你 EQ 就是他菜，你 EQ 被躲了就是你菜，反正总有一个要玩的菜就对了，不用来一个没捅到，这有大可以顺秒了，他大开不出来，等一下我有点不想杀寒冰，寒冰冰女可以杀我们，
看到没有？只要 EQ 中先 Q 一下，他大开不出来的。他大其实已经抬手了，但有个施法时间的。这边好像在开始友好交流了。EQ 走就好了，再开个盾。都得了，他这个没二没闪，有人要倒霉喽！升一级来破败王过来了，我115的蓝，爬上拉锤了，有点过分了啊，有点过分了，往下走，他躲 Q， 这人不对线的，寒冰助手帮助中单，来双 CD 还。这寒冰有点不礼貌了呀，什么意思呀？幺恶，这啥路数？好久没见过了，上一次见好像还是在12年前。他们来个很复古的东西，现在复古的东西都比较 fashion， 比较潮一点。EQ 再二上去，把他杀完再 Q 下来杀诺神 ，Q 一下减速，再 EQ 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 OK， 你别说，好像寒冰跟利桑德都是弗雷尔卓德的，不过是敌对关系啊，但是同一阵营的弗雷尔卓德两个英雄抵抗德玛西亚。还要来，我没大的宝贝，你没有大招可以平腰，再 EQ 刷个盾，再 W 来个盾，他们就死了。姐妹吗？不是敌对关系吗？我记错了，直接 EQ 变身，再刷个盾出来，他死了。你在干嘛？直接 EQ 啊，放两个，别乱动，我可以 EQ 救你。你也在干嘛？扣除我们这12个头，查询一下真实比分。这要不要？你不走了，你怎么扭吧，叫破喉咙都没人来救你啊。这不是喜欢来中路丢剑啊，直接一条 R 就点了啊，A 场躲一下无心铁锁，别让他拽回去，拽回去就记了。一个二框住两个，再 Q 拉出塔，顺便把他杀了。太精彩了。还不丢 W， 这是你技能呢，差不多得，哎，这没 Q 中啊，没事 Q 再拉回去一样的，差不多得了你。